于一念前，对有一切佛土。怎么到的？我们会联想到阿弥陀佛，一念都现无量无边身。那他现身干什么？借人变法界虚空界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众生，他发愿，他有借人，他借人是分身去的，化身去的，那分身化身的数量没有边际，无法想象啊，太多太多。十方法界每一个佛国土，佛在那里劝导大家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一生成就。那么相信这个法门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多啊，佛通通要去接引。佛的报身在极乐世界大讲堂讲经说法未中断，我们往生到那边，我们的报身跟阿弥陀的报身一样的，那这四十八愿才有的。我们在讲堂听经也没动，佛分身就戒瘾，我们也分身啊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我们的智慧道力神通跟阿弥陀佛几乎是平等的啊，佛能做的我们都能做，真难得了。到哪里去找这个世界呀、啊？李老师又当年劝我，你信说，要是像我这事都这么相信，我早就相信了，早就放下了。啊，我比他讲得清楚，讲得详细，那就信心十足。啊，我们去干什么？我们去供佛，前面讲了，供佛修福。我们去闻法啊，一切诸佛都在讲解，我们分身去，分身都管用，有什么管用啊？所以一次我们所闻的法，所修集的功德，在我们这个世界无量劫都修不到啊！那他一次完成吗？何况天天去，时时刻刻不间断的去，那个世界成无上道，这么好的缘分，能不成就吗？那是个个成就，人人成就啊！我们今天回过头来，我们身边的人有家亲眷属关心我们的、爱护我们的，也有冤亲债主啊嫉妒我们的、张灭我们的，甚至陷害我们的，我们什么心态呢？对他们亲近平等就只要他跟我有这些关系，都叫做跟我有缘。缘有善缘，有恶缘，有染缘，有净缘，总之有缘。如果有缘的这些众生，我们天天念佛都给他回向了啊，希望他在这一生当中消灾免难。
将来必定有一天遇到经宗法门，认真修学，同生极乐国，我们在极乐世界等待他，欢迎他。冤亲平等啊，不平等就染污了，要平等，而且都不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放阿弥陀佛。决定不能有一个袈裟在里头啊！释迦牟尼佛能不能放？不能放。我这个，哎，释迦牟尼本事，本事教我这么做的，我听话啊。本事释迦牟尼就欢喜啊！我不听话，要把它放在我这个跟阿弥陀佛在一起，你看，就变成扰乱了。那二心就不是一心了，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啊，一心一向专念，就是最尊敬释迦牟尼佛、啊、他教我这样做的啊，我们有一位，这些道理都搞清楚搞明白，自己障碍就清除掉了啊，会做的如理如法啊，这样做法是真。他最大的愿望，希望我们快快成佛。那这快快成佛的法门多了，你不要，你要去告别的。你说佛心里多难过，多伤心。那我们要让释迦牟尼佛欢喜，就是一门深入啊，心愿痴迷，一向专念。决定得胜，佛高兴欢喜啊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，这是我们孝顺释迦牟尼佛，让释迦牟尼佛生欢喜心，不要为我们忧虑啊，不要为我们操心啊，这就不行，真正舍得度，其他的行还佛还要操心啊，怎么样把它转到这边来？啊，修一切三昧，怎样把它转成念佛三昧？那么已经修念佛三昧的佛开心了，啊，佛不要再管他了，他决定成就，仪式都要搞通、搞清楚、搞明白，这个一念心。即断除之时刻，但其实现，著说不已。这一念到底是多成？我们现在佛经上看到弥勒菩萨所说的，再跟现在量子力学家他们的科学报告合起来看。概念就很清楚，也有说服力啊，那就是一弹指32亿的经历，念念成形，行界有时。弥勒菩萨说得好啊。啊，那么我们把它换成一秒钟，一秒钟如果是弹指7次，7个320兆，一秒钟。那个这个意念，就是此地讲的意念。一秒钟有多少个意念？有2100兆次的意念。
定是极短的时间的。啊，那么下面举人王经上九十刹那为一年，一年就是九十刹那，一念中之一刹那，近九百个生命。啊，这是一刹那了。那《往生论》上说的，是以遍一生命为一刹那，六十刹那叫一年。两者均系一念中具多刹那。啊，这段论里头说，一弹指前有六十年，《华严谈玄记》是把刹那者次于念前，一弹指有六十刹那，两者均为一念，就是一刹那。念完在此地行个方便，从简单易记，不从后者。啊，一弹指有六十刹那，那一刹那就是一念。啊，我们现在用的更精密了，还有科学的证明。这个说法好啊，啊，那就是一秒钟2100兆次生命，那一生一个生命就是一年，一秒钟里头有多少个一年？有2100兆次的一年，我们无法觉察，就在面前。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念头，起心动念，乃至一切万物，通通是在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。我们常常想着问题，常做如是观，为什么它帮助我们放下？我们放不下什么念，跟我的放真的，哪里知道它是假的？啊，他知道是假的，那我们所有一切妄都是念头都落空了。这是真的。于一念起，便有一切佛土。一念。指极短促之时刻，但其实现著述不一。这些都是佛当年对大众所说的啊，为什么说的不一样？听众的程度不一样，善根厚薄不一样，所以佛门对于一桩事情49年当中所说不尽相同啊，这些经文上一辈的大德教导我们，我们要学佛了，学经教要依马明菩萨大乘起信论上所说的方法啊，心态
菩萨教导我们听经，一定要懂得不执着言说相。读经文字是言说的符号，当然不能执着文字相。第二个，不能执着名字相，名词术语都是世尊教化众生的假设的，执着就错了啊！一定要懂得里头的意思，不必斤斤计较这些文字。第三个，不执着心缘相，心缘是我看着我想大概是什么意思，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佛的言语以后写成文字，全都是从自信当中流出来的。自信没相，无相，自信无不相，你才真正能够切入。啊，为什么不能看到文字所以望文生义啊？不可以，因为自信没有相。正因为他没有相，所以他有无量相。正因为他没有意义，他有无量意。要与心得相应，你才能够这个自信的智慧德相慢慢会浮出来。到什么时候完全明了了？到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见性之后一切通达。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意思？没有。为什么？见性的人障碍自信的烦恼习气断掉了啊。总的来说，障碍自信的不外三大类。第一个，无明烦恼；第二个，尘沙烦恼；第三个，见思烦恼。这些东西通通断了，通通放下了，那心是什么？清净平等，就我们经题上说的啊，见思烦恼断了，清净心现前，真心啊，没有染污了。尘沙烦恼断了，平等心得到了。尘沙是比喻啊，这种妄想分别无量无边，前念灭，后念就生。相续不断了，见思烦恼是六道轮回的根，有这个东西就有六道，这个东西断掉了，六道就不见了，没有了，六道是假的。尘沙无明是十法界的有尘沙无明，就有十法界。尘沙无明断掉了，十法界也没有了。啊，那有什么？一真法界现前。
一灯法界就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，这个境界学习啊，这个境界有色相，但是这个色相跟我们现在所能体会的色相大大的不相同啊！为什么呢？我们现在所能够体会的色相是阿赖耶的境界相，是阿赖耶的相分啊！这个相分是生灭法，前念灭，后念生，生灭不住啊，不停啊，住就是停止，不停啊，一个接一个。第一个生灭跟第二个生灭不一样，所以是相似相续，不是真的相续。真的相续是两个完全相同，它不一样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大乘教里常说的诸法实相，实相无相啊，从体上讲实相无相，实相无不相是从作用上讲，用现象不起用，用是有缘，没有缘不起用，它无相，体无相，起作用的时候现象随缘，有缘就现，没有缘就不现了，所以体现不可得，现的相也不可得啊！不可得当中，你一定要得，那是妄想，那不是事实啊！因此，佛随缘说法都解，说法的目的是引导你其如自性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方法善巧方便，无量无边，方向跟目标是一个啊，这一个粗显的来说就是戒定慧三学啊，八万四千无量法门都离不开戒定慧，所以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戒定慧决定引导我们悟如自性啊，最后帮助你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任何一法都可以，只要你心转转移啊，不能杂，不能乱啊，不能够被染污，这些通通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这就坏了，这是六道凡夫啊！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，这就是佛陀完全用自信关照啊，你
六根起作用，都叫做观照。啊，从观照五十相啊，我们修定这个概念，我们逐渐体会到一些了。它很重要，为什么？它是真心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：“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。本无动摇，就是自信本定。为什么要修定？因为本来是定，真心本来是定，就是真心。不定就是妄心，就是阿赖耶。阿赖耶是动的，是生灭法。啊，自信本定，不生不灭，不动不摇。啊，所以大乘法里头特别重视禅定。定是中国的意思，禅是禅闹，梵语翻过来的，禅闹是静虑，翻成中国这个意思，静就是定啊，虑就是它有观照的能力，它照见啊，虑是个比喻，不是思考，它没有思考啊，我们今天完全是直觉啊，一听就明白，一看就明白啊，六祖听法达念法华经，念到第二品法华二十八品，念到第二品他就止住了，告诉法达禅师别念了，我知道了，跟他讲法华的玄义，他开悟了啊，他念了十年没开悟啊，林大师一席话里就开悟了啊，所以定是清净心，是平等心，是觉心，觉心就是开悟，就是开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所以清净心是阿罗汉、辟支佛的禅定，平等心是菩萨的禅定。我们要想做菩萨，不平等不行哎，还有高下之分，还有人我之分，这不平等。所以修菩萨道要修平等心，修小乘道要修清净心，不能被污染啊！我们修行念佛最初的功夫从哪里开始？从功夫成片，我们要求自己达到这个境界啊！功夫成片是什么意思呢？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全都放下了，叫功夫成片。功夫成片就有资格往生，人到功夫成片的时候，阿弥陀佛一定会跟你现身啊，我们见阿弥陀佛见不到，他来看我们很容易啊，来看我们干什么？等于大臣里头给我们受记，后来告诉你，你念得不错，鼓励你念得很好啊，一定阳寿还有多少年，给你讲，等到你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往生，这个时候你的信心愿心大事。为什么、啊、
阿弥陀佛来注册了。真的发起充满了啊！可是有一等人很聪明，说我不要了啊！好不容易遇到阿弥陀佛，就求阿弥陀佛，我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去，佛很慈悲，会带你去。往生传里头，净土圣贤录里面，许许多多往生的人，我估计至少有三分之一到一半，不是自己寿命到的，是要求阿弥陀佛，我现在跟你去。啊，像严苛就是很明显的例子。念佛念三天三夜，不眠不休，拼命念，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佛告诉你，寿命还有十年。啊，十年之后我来接引你。啊，他的警觉性很高，劣根性重，习气太重，造业。他害怕了，说我十年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去。那佛就答应，跟他约定，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。为什么不当时带他去？当时要带他去了，严苛死了，死在疗房里。过几天看他怎么样，打开房门，死了好多天了。啊，这个死就冤枉死了。留他三天，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，让他把这个信息告诉大家，寺庙人都知道了。哦，三天之后，佛来接引他往生。啊。他是一个恶人，是个破戒犯规的啊，自己晓得将来到哪里去，无间地狱。他是因为怕地狱苦啊，才拼命念佛，念了三天三夜把佛念来了啊。所以庙里的人都不敢相信他，你这样的人关门念了三天，你来骗我们，说你三天之后往生，好在三天时间不算太长，我们等着看看三天你往不往生。到第三天，他要求大众念佛送他往生，那就是他度众生了。大家念佛念到大概一刻钟，古时候一刻比我们现在长，因为古时候夜时是现在的两小时，中国用丝绸阴毛称所谓一天是十二时啊，现在用西方西洋的叫二十四时，叫小时。印度的时比我们大，印度只分六时，昼三时，夜三时。啊，真往生了，大家相信了。你说他度多少人？这个一实现，不但影响当时。我们在网上那么多看到这些文字，我们都受感动。所以佛叫他延后三天的时候，让他度无量有缘众生啊，一向专念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。十八愿讲得很清楚，无名受啊，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。
起来是容易啊，事实也不容易。为什么？他得有善根呐、啊。善根是无始劫修的，听到阿弥陀佛就欢喜，听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相信，没有怀疑啊，心愿持名，这叫根熟众生啊。佛现身说法，见因往生，这是人第一批，头一批得度的。啊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然后才能看到经上佛所讲的其味无穷啊。啊，你看他的善巧方便啊，令一切众生上中下三根普被离顿全熟啊。我们今天用一句话说，善巧方便达到基础啊。从哪里来的？自信里露出来的。自信是什么？清净心、平等心。我们从这下功夫啊，清净的反面是两物，不能的被染污啊。染污是哪？从哪来的？境界里头来的啊，要保养这个身体，为这个来操心，这是被内根染污啊。外面是外面沉浸境界，你看到了、听到了、接触到了，起心动念被染污了。起心动念染污的轻，分别执着染污的严重，最严重是执着啊。所以只要有执着这个念头，无论执着什么，执着佛法也不行啊，执着佛法也离不开六道轮回。所以佛在金刚经上教导我们，法上一时，何况非法啊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只许可执着一尊阿弥陀佛十六观经里头最后的一观啊，第十六，持名念佛在这里下功夫啊，啊，不受外面环境染污，就是持戒啊，不受境界的动摇，不受外境的欺骗，那就是戒定慧三学啊。华严三昧，十三昧具果而言，一名海印三昧啊，名为印者，以世界印章啊来做比喻，印上的文字能同时变现，能有前后之差啊，具体其章亦无后言之处，这叫海。海是形容的大啊，像我的印章，印章刻了很多字啊。我们今天赠送，今天中午当地大主教来访问啊，
这个主教管辖的地区，昆士兰，大概昆士兰州很大的一个地区，他告诉我等于两个英国。他这个这是他的教区啊。今天我们送他一个印章，向金矿送他啊，里面是深爱世人和平天使八个字，那印章也改八个字同时出现，没有先后啊，这叫等闲啊，用这个来做比喻啊。海印呢像大海一样，同时隐现种种差别之相。这个海比什么？比我们的心呢，真心大海啊，妄心也是大海啊。啊，真心是自信，没有边际啊，妄心是阿赖耶，也没有边际啊。啊，把它比作大海，人生万法。啊，念头一动，万法就出现，没有次第，就像盖印一样，同时出现的。啊，科学家讲这个世界产生是有次第的，这不是真的。啊，佛不是这样说的。啊，我们要相信佛，为什么？佛是清净的境界。啊，化身菩萨开悟了，他清净，他在定中看见的，他不是推测的，他是限量，他不是比量，不是非量。那这个我们要相信。那人能够信佛，叫大福报的人呢？啊，对于佛所说的，决定不怀疑。啊，佛说种种不一样，那是善巧方便不同啊，他对哪一类众生说啊，契机没有不得已的啊，这个无量无边的法门，这经论个人根性不相同，根性是过去生中曾经学过，是不学过，这一生中遇到了，哎，很喜欢啊，把前世的善根引出来啊，你可以接着再修